难怪我小时候进不去嘞！我不，我勾到他头。 啊！如果进去拿爆桶不去还在吧？进去帐篷，应该还在吧？肯定会补满啊。对啊。可能你不去还在。好。只要换成有不去的装备就好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不知道哎。我靠 ！What the fuck！ 不去。 那回你也可以布置一下了。这他没装啊，他东西太极限了。他后脚跟甩到我一下，我就不见了。 技能不屈结束。你换到的装备有不屈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把不屈跟力量解放搞反了，难怪会没有。出去，我重插。难怪那天。 终于真相大白了，原来是技能搞错了。我在打他蛟龙啊。嗯。所以那是什么族？不屈族。逆境族？不是逆境吗？逆境。对。不屈啊！你要看他技能，那个技能里面是不屈啊。哎，北七有奥的不屈怎么不见了？逆境好像是那个。 逃逃逆逃生吗？还是啥的？嗯，那金不是不虚吗？那金是不虚啊。啊？那金是不虚啊？对啊。哦。哇，好可怕的声音哦！哇，他喷。 我现在不敢乱动，那你有没有粉？嗯，啊好，包有人可以动了，可是我觉得他会撞我。哦，我可以动了。你没撞呢？没有，我是说他会撞我们。哦。然后我刚刚不敢动，等他撞到人我才敢动。啊，忘了喝，樱花药，随便拿。 看他尾巴，我看他尾巴，哦不，哦，被草石龙挡住，来了，哦，那混。 87，跟变，可以撞人。哦，好多草石龙的事情在那边挡住哎。不，他要钻地了。可以撞了。哦，我靠！ 我累了，哦，还没撞到我。我来融化了，那菊花。啊，那是在刷不清。那是刷不清。 这样，我只是想日猫啊，你怎样？安安。
站的弯曲角。有，刚自杀失败哦，再自杀一次。心跳很平的，这可以抓的吗？他应该再打几下，应该就会抓了。嗯，好，好可怕。我先打个，准备打个。麻醉弹，试试看。没有啊，看起来不太像啊。哪一次准过了？冰原都麻不准哦。还没啊，他心跳还很大。对啊。没，现在是肾上腺。有了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你断到尾巴，一个数字伤害多少啊？这回谁？我忘了，我没在仔细看。那谁抓？他在哪？他在那边啊，老位置啊，扎木区。哦，防御一二三了。对嘛？之前在800多就觉得有问题。哎、欸，等下把那只伤鸟收掉。没有问题。等一下，把旁边那只烧鸟收掉。逆战烧鸟吗？不是，切，普通的。只是觉得刚好可以，刚好就在旁边而已。可以。有喂，阎王龙，斩龙。我靠，黑角龙斩龙。哎呦，我去打那只烧鸟了。我在这边了。开舵。我看到了，哦，去哪里？哎、欸，是普通烧鸟。嗯，普通啊。我叫出来一定是力战，也没有力战烧鸟吧？也是啊，有力战王烧鸟啊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我说也没有力战烧鸟啊，好像也没有。对啊，这个低贱的生物啊，嘣，他转痛了。绿战王烧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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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很快就不见，就死掉了吧？这是守龙，斩龙斩龙，哎，哎，十点等在干嘛？在开台，没开台啊，在开台。满啦、啊，然后没有，刚刚根本没满哦。我刚还在看你跟阿基还是杰克他们玩是不是，对啊，阿、啊、那边满的啊，可是杰少这边没满啊。然后他就显示这样子啊，我就没办法啦、啊。哦，显示怎样？我看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哇、哦，330。哇，他头好硬哦！我现在打字打他脚26了。你看你打多少？34。哦，你几个盾？哦，你几进几盾？伤害啊？29啊。我说你几个进几个盾？一个盾啊。哦，我是三盾啊。那伤害就是差在那个盾了。哦，打头是38，我打头是43。啊，对，就是他在那个克制，应该是他在克制了。我是保险起见，我克制、欸，要死。不破蛋，不破蛋的。哎、欸，这不能犯、欸。不是，还要再躲打。奇怪。哦，破防完毕，可以。果然多射几下去。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啊！我再去看看有没有龙可以叫。
再叫一只角龙，没有了。太哦，灰飞烟灭吧。我刚在打那个虫虫，它咬我。还有一只幻鸟龙。哎，有一个成就是帮低等的人打十次任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解不了？那个要打任务，不是调查，也不是自由。主线。对，要打主线任务。我也想按阴阳，今天打了超多，今天下午都在帮那个新人打。那我想，为什么我起码打超过十场了？他妈的。OK。OK。低等是。只进阶那些的前面应该是 master 不算吧，进阶跟初阶，所以 master 是不算的。对，上位和下位的概念。嗯，设计的不错，不错。他要我们对新手，新手友善。嗯，就新手进去两分钟就不见了，魔物就不见了，然后魔物就不见了。他们的游戏体验，角龙没得叫，有黑角龙可以叫，那就叫一条黑角龙吧。尿尿。Yep. 什么烂成就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兄弟，这样我就很难全解了。我的大毅力，回来吧。并没有。一二一八，重吃一次饭，重吃一个大毅力，还想要吃大毅力啊？是不是回报完银饰要重吃啊？不用啊，它效果还是会在啊。我的防御能到五哦，耐力会越来越少、啊。我攻击还有防御越来越少哎、欸，是吗？我是看猫的饭，猫饭的技能啊。我知道哎、欸，我刚是。可能是撒了粉尘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是有鬼人要看看。黑角龙出来喽！好，我来了。我发现我忘了吃硬化鬼人，飞回来。我从来没有吃过了。嗯。黑角龙，所以你有看到我 po 的那个图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昨天 po 什么图？我没有看到，我刚刚 po 的。他不能看你的实况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刚破了、啊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刚刚啊。我关台，哎、欸，没有关台哦，我就是点开看他不给我看，然后我点了两分钟这样子，我就不看了。你的手机的版本看起来有点旧。我不知道啊、欸。可是我看别人可以喝。为什么？撞吧。我不知道。开撞开撞！我要问聊天室的，你们有人发生过无法播放影片？很抱歉，尝试播放这部影片发生了不明错误，有吗？有人发生了这种事情吗？来，我来的，穿着转身衣让我上啦！黑角龙特别凶哦。你怎么找到石头啊？啊！我刚才拿就拿着了。我说我找不到石头。刚才在打那个飞鸟石。开始，颜色。啊，开颜色了！哎呦。对。可以打他头了。哦，好有用哦！加精灵的加护，痛哎。他钻的。然后就好痛啊！精灵加护有没有记忆啊？我好想要，最多到五吧。好像有哎、欸，我记得最多都可以到五。那就是有钱。感谢是我拍很高哎、欸。嗯。好乱，好乱，好乱，好乱。有黑角龙，买一送一。买一送一，哎呀！打破角的奖励。刚刚那个黑龙总是黑角龙。哎、欸，我按错。哟，真捡个东西！站了黑卷角，啊！怎么是我？
我看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哎呦，又有事了。靠，飞超远的这个。哦，我被打回来了。所以你现在帮新手解那个成就？对啊。我想说你们那边都满的，没有我的空间了。颜色。没事没事，尖锐石达人。飞好快啊！还可以撞哦，晃眼。我要软化他的头部，来了。然后喂，轰炸，给你了，颜色交给你。换红眼，晕了晕了。开台讲什么颜色啊？射他脸。对嘛，射他满脸，你看脸白白的。看出来的，逃走了，没有吧？吗？还要开红、啊？谁说逃走的？因为我刚刚突然有一瞬间感觉要跑走，射到他脸，拜拜啊！我被打倒了，不会破坏。可兰斯打人，哇！跳舞，跳舞。好玩，哎，找你跑啊！怎么又是我？我要装投石猪了啦，受不了了。他跑了。我居然是往森林深处跑吗？啊 ，bug 吧，回老家。Hello， 我头。哎，还是黄的，还是黄的。嗯，参抓。参抓，会不会有震动呢？啊！哦不不不，我下来。怕？我在那个地方。啊，要死我！我还好，他转身了。来，这个交给我。按错了，对不起。还真的射中了！我刚才发射，结果他好像也倒了，还是被晕倒了。嘿，江江。嗨，江江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三个，我们去玩。可，哎，等一下，他跑去哪里了？江江，你是要打鹿山虎？荒地。对啊。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打。哦。刚好分两团。对啊，因为我需要鹿山虎的。他又来喽！没有。完了，我怎么觉得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哦？不会啦。我打了一堆出街的自由跟调查、欸，我也是啊。我这是干嘛、啊？你要问我？我好无助哦。不要无助，我今天也花了两小时在玩啊。我想问你的时候，你的实况都不能看。你可以在 DC 问我。啊，你在忙啊，我不好意思打扰你们。你看，每次都是不问，然后又事后怪我。哎、欸，我解完了。靠呀！吓死我了。到底你又开心了一点点，突然跳出来解完了。
哎、欸，我切换了。他就这么跳出来的。他就真的很突然。哇 ！I can't come in。卡没打。我的靠！我要吃密药了，密药已经塞到嘴巴里面了。不够深，嘴巴不够，要喉咙。我吞下去而已。我好像吞不去。那个机会马在那个。哦，原来有机会马。对，因为这不是我的。今天大概玩个玩到十二点就睡了，我也差不多啊。我被迫，我被迫明天加班。哇，被迫，他强迫你耶，这可以告了吧？没有的。那也没办法啦。我知道，幌子。看我帮我们再撞，再撞啊！他快挂了，妈！不知道，不保证，不敢讲。啊？知道不明白？他饿了，好饿了。好了，转过去啊！好了，去吃虫啊！你看，这烂判定，哎，以后这边不能撞。没有，这面墙不每次都不能撞。对。什么东西？我怎么蹲下了？我怎么蹲下绑鞋带了？哎，我看到草石，那我不敢走。好啦，那转这边。啊，红眼的。先将你开任务盒。嗯，我等下就进去。打到六十九，赶快帮你六九。对，帮他六九。对，帮他六九。线上，你们要这么多人帮我六九啊？没有，两个人，我跟 HTT 而已。这样就是一个写轮眼的图，有没有？哦，超人棒。就拿。所以你们两个。那你们两个有一有一方要帮对，到底在讲啥？哇，好刺激哦！我死掉了，刺激到死掉了，真的。有雷狼龙啊，快点！好啦，哎，海咪咪，我要下位咬鱼的须啊！去打，我要下位啊！我在升武器中一路升上去，他要我下位的、啊。去咬一下，去咬一下。我那时候打咬鱼的虚，打了八只才掉一个虚。哎、欸，那个超难掉的。对，都给皮。我你在打来了。嗯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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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软化完毕。可以撞。断腿了啊！阿郎，我要先去揍阿郎了。再见，阿郎。你吼我！你吼我！我敲死你！嗯，好了。我不太喜欢创枪垫步完之后会自动全。那个全弹装填，对吧？有点浪费时间，可是我又很习惯。那个不知道怎么飞龙，我怎么又黄木了啦？我在你的居民之地挖得到黄木呢。嗯，他哪？上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他龙吗？他在上面。他回去了，回去睡觉。他在对啊，他在这边呢。我以为要跑走了，别睡觉哎！啊，捕获吧！妈的！我在消耗捕获麻醉球。哎、又是岩飞龙，看到岩飞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还有一个黄鹿恐暴龙？第三个。还要给你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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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恐暴龙。干。
地我就不喜欢打路障失道比地战失道弱，差不多吧？是，不是啊？因为他不是力战的啊。欸、你才讲完我们的狮套龙，不是狮套龙，我们是冰咒龙。他只是牙种而已。嗯，他只是普通的狮套龙，他的招不一样。你可以打打看力罩的力战的雾套啊。力罩。力战的什么？雾障狮套。很恐怖，跟鬼一样。卖的钢龙骨，两个丢瓶珠，哎、欸，这样都能甩到。人肉呢？嗯。嗯，冰装出来了，天气好差。呜呼！呀！那怎么把金火弄出来啊？几率、写信或者我想调查。可是我觉得调查如果没有打到好奇，你们在这里打什么？雷狼龙是哪边会出？珊瑚的森林。好，好，森林珊瑚都有。有山林，山林火风，山林羊。现在怎么像是一个车子品牌？山林狼。我没带到。珊瑚森林雷狼。山林狼，对啊，山林狼咧，琳琅满目，风吹山林草之白，哎、欸，被打了、喔，接、欸、被打了哦、喔，在那边出口啊，山林草之白，雷狼公车，哎、欸，哦，还好，我躲掉了雷狼公车，你为什么？我要不去啊，要打啥？打不？要打啥？他在区啊，我要不去啊。你要一起 play 吗？ Oh, okay. 是不是又错了魔物不能自己又错魔物自己不能拿到那个、啊？嗯，没有吧，没有这回事吧？那个叫什么？兄弟，我真的好想在你身上插那一根硬硬的。可以叫他不要上来吗？我怕被大师，我的爆手金就少了。然后大师那只雀鸟，可以啊，打一下那个。那我就不要霸凌雀鸟了，有没有？你就霸凌一下雀鸟。固定环境啊！我怎么听到声音啊？哎、欸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冰咒在这边啊！冰咒就在外面啊！天哪、啊！冰咒龙吗？对，还在外面。你要打冰咒龙吗、欸？对，他在左边。我后面就听到他的叫声。可能是他叫声呢。对、啊。他，我记得他不是主动过来的，所以他是。哼哼。可以捡痕迹的事情。哎、欸，这边跳下去，就那个炫耀就在下面了。嗯滚龙痕迹而已，捡个痕迹，捡个痕迹。他哎、欸，这个地方跳下去，上了就在下面了。你们为什么？你先。快点下、啊，没有下。我先去捡个痕迹。你、哦、够？使用高级装备。我们先下去。那种伤身啊。健康定时。拿个水球。走。哇，好像有通道。可以。哎、欸，我来了。抓他吧！你们所爱的繁星来了。好。哦。我去找毛鸡了。哎、欸。没玩到。哦。感谢奈斯。那我还要还上一次。不是，我以为他直接软他的头哎。刚好像勾到手，应该是手。是手。爱我了吗？太红了，简直是了。
么水球啊？炸什么回来？雨爽单位。不走了。我很任性的。哇！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怎么可能？别放过他。哎，没勾到。哦，好险。这个画面，火力交错，哈哈，掌声，好威吧。找到你！哦，这个有一点点痛。你的头太漂亮了。交错的魔力啊，被打飞了！啊，好痛啊！哎呦，好猛啊！被他打死我就变死了，完了，这就是不讲话在玩游戏的我。那你不要讲话好了。我也觉得不讲话变好强哦，怎么讲个话变综艺咖一样。我听到龙叫声，你有听到吗？它是吼哎、欸！我一吼，我还在上面呢、啊。它吼了。他死。他是啊？交给你们了。哎、欸，又他就跳下去啊！找他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在下，哎、欸，上面。跳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顺便下去。哎、欸，我遇到他了。好，遇的不错。我去抓，好了。遇的不错，那我去叫他好了，最好的。嗯。好，知道了。没石头，哎呦，这坡地爬得很近。我也没石头、啊。帮我捡一下，这边好像有。哎，你挖完之后站着不要动。什么鸟笼中？在哪里？是吧？就是啊，它痕迹都在这里或者那个地方而已。人在哪里？怎么看到？好像啊，然后，哎，这里我有。好嗨哦！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这么和平是不是？那我让他们不和平。好，抓住一哦，好抓，来烤鸭，我要抓他，卖照。他不让我抓了。在打冰咒吗？看，好下来了，可以啊。土沙，撑住土沙，等一下再吐。好数二，冰咒要在附近。被拍倒了。哇！土沙龙，你撑得住吗？
你坐在营地旁边。对啊，我听到他声音。狗狗，软化就交给你了，没事。全球软化。我们只需要他的胯下和他的臀部就可以了。李俊已经消失不见了。BGM。Oh my god！